所以咱们该管理那个把大人带过去，该不管理那个，就是朋友的牵引，要不然是也多害啦。哎，他这个朋友老是他这个朋友的牵引啦，他才会去参加他才会去回复，就是他们干部人那种，不是他们是空壳子。这个丰年祭的文化意涵，他们是不知道。对，就是马赛一定不该，就刚刚我所讲的，那呢还能把这个。我把别人为代表，你在身上表露为代表，都该怎么办？啊，那工作那么少，难道说借把所有工作也要怎么样？那那工作也是要人家，因为我还要动员去，仍然有投入在多关区。我们已经历练了这个，从县东总工会到现在的市总工会，差不多有六任嘛，差不多有六任了嘛。对，已经有六任，然后不要说以前只有三年嘛，我们就要算三年，在都会区也算保守估讲，近18年都过了，过了包括丰年祭里边，但是到现在还是在原点。20年有了。对，差不多了。对，我说用保守，三十几岁。用保守估计啊，我说用那个保守估计来算。三十几。因为有那个连任的嘛，对，有连任的，对，哎，我就说，不要说那个连任的，就保守的，不管了，18年或是30年，桃园那么久了，给大家听听。乔爱第一次的丰年祭的话，好像是在60几年，你看，60几年到现在已经几年？对啊，50几年，那58还是56？那是哎呦。那是你要不然我社区要不然社区我讲的是整个联合的啦。哦，联合的。对，我讲的是联合的丰年祭。联合第一届丰年祭好像是在什么时候？有20多年了吧。有啊，对。我努力把它跟就是说，让那从这一次跟头目跟你们座谈之后，我们要头目有尊严、有身份、有职分，我们的目的是在这里，啊，让头目更有自信，不要再像然后那第三年不要所以要把头目这个位阶哦，对，要严格化，然后要把它提升了，对，要提升，哦，把这个位阶提升了。头目就有头目的样子了，他就有头目的样子。那就是我们需要的，我们传统里边的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人物。如果下一次的话，下一次的经过这次的改选的话，就要去执行可能比较好了，因为之前，因为一个头目他的管辖区两个单位都慢慢的了，如果现在已经分开嘛，对，我们现在分开，那还没死。那时候你要去做一个事情，可能已经很好做了。嗯，哎，你分年龄，不管年龄阶层，还是要给他一个头目的尊严，因为啥没死掉。对。以后，三万，我刚没听呢。如果我们假设我们现在是一个，你纯粹你是大西的好了，因为你的头目是哪没死，哪没死掉了。嗯。如果大西想要自己成立自己的丰年祭，要透过上面的话，可以。那时候你自己的行政区的话，你就可以一来多也稍微好一点，巴嘎龙埃，卡巴多，啊，阿曼努卡巴，卡拉斯，盖因，附近盖松，那个时候啊，可以，如果现在这样分开那个头目的位阶都是管自己的话，可能很好，是不是？办案案例。如果你要分9个阶层的话，是不是要做统一的名称？对呀、啊。哦，你先把那个名称，年龄到多少叫什么，先把它排好。就是把经理的都，你要什么把经理来嘛？就等于说，我们的官不还有，我们那个时候有，那个人都嘛。自己的名字，哦，你自己取。他们自己起他的名字，就在这位阶做一个统一，几年，什么时候到哪里是，告诉他们的时候，可能。